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原来我们之间，对啊，头发掉得很快，没有办法。你的头发为什么在衣服里？因为他说他想钻进去，这样暖和。这个是装饰品，这个不是我，我鼻子没有受伤。谢谢1997，谢谢你的99票，谢谢。拉票公演没呢，就大概就是7月底那样子，7月下旬那样。谢谢谢谢谢谢投票，谢谢。在广州。7月31肯定不是，太晚了，不可能这么晚。对。放点歌吧。我正在看，看综艺，打开就是那个画面。鼻子是装饰品，不是怎么了？听什么呢？让我来想一想。估计你得解释无数遍，我鼻子没有受伤，大家，有了问，我的鼻子没有受伤。其实摔下去并不痛，但是就是被吓死了，就是被吓到了，并不痛。谢谢小糖一族的99票，谢谢。嘉宾，我下次还要拍，拍个连贯的剧，就拍个更长一点的剧情。这个就先，本来这个音乐我上次说了要跟庆文他们拍，庆文当时，庆文和那个。卢天慧不是来成都了嘛，然后我们在成都见面了嘛，我们就是拍，结果后面就忘了，就说下次再找他拍。还有那种撕扯的剧情，他是谁？就那种不，就是已经知道对方已经不喜欢你了，但是你还要去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，就那种，哎，等我把嘉宾放起来，谢谢谢谢投票，谢谢。谢谢谢谢投票，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是现在拍这种段就还蛮多的，在那个抖音上面。今天我先说一下今天我的那个我今天那个剧情，就是因为我跟倩倩是高中，然后青梅竹马，就是我喜欢打篮球，然后天天就在就是篮球场上给我拿水递毛巾，就她一直是那种就是对我来说是那种姐姐嘛，然后。对，反正就是后面大学就高中毕业之后，他就遇到了，他就去读了别的大学，然后就遇到闹闹。然后我本来就是去打篮球的碰到了，然后就你好爱姐，还好。
月底鸡腿，明天才能提现吧？今天不能提吧？能来配 H1 就没那感觉了，配这个音乐，真的。我唱这首歌很难听。为什么一定要听你曾是少年呀？你就这么喜欢这首歌吗？谢谢投票，谢谢。谢谢投票，谢谢。以后就做奶狗好吗？看心情吧，在姐姐面前做奶狗，在妹妹面前做难命。这衣服是我自己买的。今天最后一天积水提现，没有啊，明天才是，明天才提。谢谢投票，谢谢。棉一号，我知道棉，但是我刚刚看我的那个现金账户并没有更新啊，就提不了。这个叫嘉宾。可能要过12点才能提，不知道。那么入戏，谢谢投票，谢谢大家。我知道今天月底，但是我刚刚去看了提不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想提呢。换上。为什么跳出一种很土的感觉？谢谢牛油果的皇冠，谢谢。我鼻子怎么了？被打了。跳跳这个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团不能跳村外的歌吗？除非李秀满愿意把这首歌低价出售给我。你们觉得买这首歌要多少钱？或者买少女时代的歌要多少钱？一首歌可能也得几万块吧。你喜欢这个团里的谁啊？其实这个团里面并没有我特别喜欢，但是因为我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做梦梦到了裴珠璇。本来我之前就对他没有感觉的，但是我居然做梦梦到了他，好奇怪啊！我退肾啊，退了退了。你们说我买一首 Hoot 的要多少钱啊？不是买，就是出租给我用，就拉票的时候跳。谢谢。你知道我唯一一次跟 SM 发邮件，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，他说就是他那个时候在那个
中国招人招练习生，然后把我自己的一张丑照，然后就传了过去。我当时可有自信，我都已经想象到以后跟少女时代做，就做少女时代师妹的那个，跟他们在公司走廊相遇那种剧情，就脑补的特别细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些那种细节都被我脑补了。但是我也收到了回件，就是说，就是发一串英文啊，然后就说让我什么，让我说要那个要去韩国，要亲自面试才可以，有回件的。但我估计他对每个落选的人都是这么回的，因为我想了想，怎么可能会有人看到那张照片会让我去，就会看上的，我不敢相信。我鼻子没怎么呀，就是今天的道具嘛，我现在把它撕下来，这一块就黑的，算了。下一首听听听，哇哦，谢谢谢谢我的 fans club 02给我的9999。你们好爱我，可不可以一直这样爱我？可不可以每次直播都这样爱我？谢谢谢谢。被专场团建送我的礼物啊，那你们可不可以天天团建？有没有很想冲进屏幕打我？但没有关系，我这人不怕被打。我现在要试做一个脸皮厚的人，因为我觉得以前这脸皮太薄了，要做一个脸皮厚的人。图案是，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。开个灯呢？哇，天哪，这个灯也太亮了吧！这样一打，我的妆都没了。开不开？不开，好看。谢谢谢谢投票，谢谢太阳可以是蓝色的吗？99票，谢谢。那我昨天开灯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人提醒我关灯呢？我昨天还那个样子直播了一个小时，你们就不会是关灯好看一点？然后我就开灯开整场。我看你很喜欢看飘逸的眼线，还好吧？啊，说实话，就凑合看吧。哎，你们说我要是长得像裴姐那么好看，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在河里面横着走？肯定的。谢谢投票。这个 BGM 太大声了吗？还有什么歌呀？你现在也可以，不，我现在不可以，我也要努力的让大家看到我的努力。
这首歌说实话是我这个团里面最喜欢的歌，你们有跟我一样的吗？你跟六七七表情太开了啊。说起今天那个表演，那个凳子真的是实在没有想到，我们彩排的时候用的是同一张凳子，怎么会在表演的时候就塌了呢？太离谱了，真太离谱了，是不是有什么暗示？让我来分析一下，我在广巴的舞台上坐的凳子倒了，是不是要推翻我中菜一姐的宝座啊？原来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不想让我坐中菜一姐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哦，懂了懂了，嗯，分析出来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一切都是有预兆的。啊，一切我都是能分析出来的，不给我凳子。凳子说不要过分解读我，给我出场费了吗？换一首吧，我经常放这首歌，是吧？那我们换一首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是这首歌啊？我以为我放的不是这首。你们有喜欢这首歌的吗？你们最喜欢他们的歌是哪一首？哎，怎么放不出来？哎，哦，网卡了。我觉得 YG 的女团就很有 YG 女团的感觉，然后 JYP 有 JYP 的感觉的 ，SM 有 SM 感觉。我觉得他们三个公司的女团都太有自己的特色，就是能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公司的，对吧？谢谢投票，谢谢投票。我当然选 SM 了，虽然天天都在骂 SM， 说微博上的那些人啊，但是该喜欢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喜欢。你天天骂，天天骂，天天越骂越爱。看起来我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公司。看起来这三个公司都不要我。SM 没有免费的偶遇，对。谢投票，谢谢。谢谢，但是李秀满好像退休了。
有戴放大片的，你说美瞳，我真的不戴美瞳的。哦，我每天都要说，我给你看我今天晚上的宵夜。哎呦，因为我楼下便利店只有就卖了这个火锅，没有别的。海底捞的你们没吃过，不可能吧？周姐的牛肉粉吃了。让我看一下音乐馆里面的韩团有哪些啊，看看。第一个就是 BLACKPINK， 真的好火啊，在中国。我还关注了，天哪。没听过这首歌，妈妈木的。但我觉得他们歌很好听。是什么韩国女团鉴赏直播吗？回忆一下二代男团的歌，我也听啊。今天穿这裤子，你们看来不想听他们啊？那我换了。哦，我喜欢他们的歌，但我忘了我最喜欢的那首叫什么名字了。你们的 DNA 怎么那么容易动啊？有没有一个 DNA 属于我的？每次放了这个，你们的 DNA 动啊，没有一个人 DNA 属于我。我知道，懂的。我不配。听哪个呢？听什么呢？不想听韩文了，那我们就换歌。你要不能听韩文的了。占据什么占据啊？哎，我发现我每次说要听歌，我的那个弹幕上都有永不失联的爱。你们真的好爱这首歌。你们爱的，你们爱的好深啊！啊，想起来一首歌，最近老是听到。啊，我网卡了。
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我找一下啊。怎么找不到嘞？没有吗？QQ 音乐没有吗？不可能吧？QQ 音乐没有怦然心动啊。网易云有。看看网易云呢。我说我的页面还停留在那个咪咕，因为我在看球。你知道乌克兰和那个瑞典。瑞典那场，不看得想哭，太悲壮了。我用 QQ 音乐，对，用的比较多。还要扫码登录，不行，我扫码登录，我手机在直播呢。什么这么久看烦了？谁看烦？谁看烦？看烦？看烦？B 站 MV， 我现在喜欢看足球，以前喜欢看篮球。有什么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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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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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随便放一首吧，好吧。什么？七七的新歌？七七新歌上网易云，我现在没有网易云啊。他的新歌在网易云曾听吧。我刚刚一直直着腰在坐，好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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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让我们耳朵歇一会儿吧。七月了，已经七月了吗？七月快乐，七月快乐！没有想到居然都七月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不过也挺慢的。我希望现在已经八月了，有多少人希望现在已经八月的？对不对？大家都想八月。不要不要不要吗？不要吗？不要吗？要吧要吧要吧！为什么不要八月？八月那么好，八月是我最喜欢的月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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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热烈祝贺建党100周年啊！你知道吗？那天我妈妈跟我聊天，我才知道原来我爷爷之前是那种
跟着那种部队，然后他是里面的炊事员，就是给部队做饭的，就是那种有专门的那种兵，就是给部队里的人做饭的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从小我爷爷做饭那么好吃了，对，就叫炊事班。真的，从小我在我爷爷奶奶家，我爷爷做饭比奶奶好吃。我终于知道这是为什么了。我不会，我做饭还不行，因为我没去学。今年有蛋炒饭吃吗？今年冷餐吗？你说。看心情吧，那个时候不一定自己心情好，万一心情好的话，左卷欠揍第一名。比如说今天那个夏天来了一个很搞笑的一个点，不知道你们没有看到，就是我绕到后面去，然后瑞子把我一把拉过来一个镜头，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到。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倩倩跟就是朱姐在那站在那儿，我想去过去找他们聊天，然后瑞子以为我要下去了，他就一把把我拉过来，吓我一跳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吴宇你要下去了。很搞笑，我觉得，就真的差点被他拉飞了。他说你又想被骂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要下去。对，瑞子真的很好，瑞子就像一个什么，一个大姐姐。对，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可靠，他而且他什么都会，感觉他又会做饭，他会做点心，怎么会这么厉害的人？谁娶了他？真的太赚了，杨元就羡慕你啊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说羡慕杨元唱歌好听，想什么呢？我直播到10分我就关了啊，就再直播4分钟我就关了。谢谢叶蝶，谢谢。我还要吃个宵夜再睡。这个夜蝶特效真的好长呀！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球赛啊？难得明天不用上班，也不是难得，我经常都不用上班，但是就是明天不用上班。本来今晚可以边吃火锅边喝汽水，然后边看球赛的，结果没有。谢谢投票，谢谢刚刚的9票，谢谢。为什么就没有呢？我看球，我昨天预测英格兰赢了，我赢我就我预测对了，然后又预测乌克兰赢了，我也对了。下一次 W 蓝 T 就还是找我预测，但你们不要去赌啊什么的，我觉得还是会有风险的，你们可以赌点小的，不要赌太大。没有听到我的肚子叫吗？
还有2分钟，还有2分钟我就关直播了。我手臂上创可贴啊，我自己撕的，不是掉的。七月快乐，七月快乐。去年的七月我是什么样子的，我都忘了，我是什么状态，还好吧，应该。人总要学着长大，学着面对，学着成长。下播之前可以叫我老婆，你是这样打弹幕的对不对？你还加了这两个表情，下播之前可以叫我老婆吗？不不。不不，不可以，怎么办？好，10分了，拜拜，我关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等一下撕不下来了怎么办？不是，我本来今天也想发微博，但是我今天已经发了条证件了，所以就。